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担心天哥说范世博的丧妻是个借口。你也别这么想，他有什么必要拿这个当借口呢？不喜欢我呗。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他干嘛要和你在一起？干嘛要去帮你爹打这一场荒唐的仗？不知道。哎，你别瞎想了。刑天自从来上海的那天开始，就带着太多的故事，心里有太多的纠结，做起事情来难免有太多的顾虑，也包括情感。那也包括爱情吗？当然了，婉欣，男人对女人一定要有耐心，这女人对男人嘛，要用点技巧。技巧？什么技巧啊？我怎么觉得我像个翻戏党啊？哎呦，你别逗我了，快说，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技巧啊？等你们两个人正义战胜邪恶之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向他求婚啊？私奔？是离开这是非之地，离开这里越远，他内心的纠结就越少，他和你之间的距离就越近。是我知道，肯定有人暗中帮忙，我才应聘成功的。这顿饭我请你。哼，一顿米粉就把我打发了。等下个月开了工资，我用一半的钱请你到车里科夫吃西餐。好啊，但这事儿别告诉索牛啊。编辑部这点事儿，你应该还能适应过来吧？嗨，我现在也就打打杂、收收稿，谁也没有让我编辑新闻的意思。慢慢来吧，路得一步一步走。我不着急的，只要能在报社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定会努力让报社认可我的才华的。好嘞，您稍坐。哎，客官，您的茶。我和索牛到上海来的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他能找一个像你这么有文化的女人。索牛要是能想明白就好了。会明白的，放心。我听说东北那个军阀徐作义的儿子徐少帅最近要来上海，说是来散心。东北那边闹得挺厉害的，说不准从他身上能挖出点什么有价值的新闻来。当然了，哪怕知道一丁点的内幕，我就马上从一打杂的变一线记者呢。你知道他住哪？这么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上海最高级的酒店吧？高级酒店，帝国酒店。
该是。我马上去准备。这个阿天还是没有把索牛弄走啊，这孩子有软肋，我担心他性格的缺陷会让我们的计划有闪失啊。啊，南君，洪胜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阿天能够解决他面临的问题。你怎么替他说起话来了？啊，婉心跟了他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我也希望他能够独当一面，毕竟过往我欠他很多，关键时候我会帮他的。你对他的帮助也不小吧？黄永明至少还没有对他下毒手啊。这不是我的功劳，是黄有明一直没敢去加害他，他担心敏感时期如果阿天出了什么事，里外里他都落不着好。洪生啊，你能这么坦诚我感觉到很欣慰。朱先生是何方神圣？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不后悔？佐藤先生，请恕我言语唐突。黑龙会一直对日本军火的买家实行严格控制，不希望这些军火落到对贵国不利的人手上，但唯独在上海碰了钉子，啃不下藏欧帮这个硬骨头，因此寸步难行。佐藤先生也因此受到贵国政府的很大压力。你说的话我听不懂，你是什么人？我只是个生意人。生意人？不要操心我们的计划，何况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吧。你先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嘛，我是真诚的想跟佐藤先生寻求合作。什么样的合作？山本江红先生被暗杀，却一直查不到真凶。我相信黑龙会没吃过这样的哑巴亏吧。朱先生的意思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在他人的地盘上想要办成很多事情，就要跟地头上的人合作，这个道理在中国再简单不过了。我相信对熟知中国文化的佐藤先生来说，这个道理也一样的明白。你能做什么？帮你达成一直以来的愿望。无利不起早，我想知道你想我们黑龙会为你做什么？成为盟友。盟友？我们日本国无力成胜，想要成为我们的盟友，你有什么能力啊？那佐藤希望怎么来证明我的能力呢？林元怀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是位学者，近年来名声如日中天，是很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也有很多军政界的要人不惜躬身相待，以和他做朋友为荣。当然
他也是个坚决的反日人士。帮我们除掉他。现在上海各种力量都在保护他。佐藤先生真是给我出了道难题呀。我只跟有能力的人交朋友。好。坐吧。西餐，酒，不错。不好意思，先替你做主点上了。这是你一贯的作风，总喜欢替我做主。还在埋怨我对吗？没有啊，都过去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到上海扛大包的时候，有一天从这儿路过，看到这儿的人在吃西餐，咱们俩馋得不得了。记得，那哪是馋呢？那是饿的。饿着肚子来报仇啊。那时候路过的时候，我就看着这里面的人把这么大块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放在嘴里嚼啊嚼啊，急死我了。现在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吃。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饿。哼。徐少帅，我是报社的记者。谁派你来的？咱们俩当时是在那儿看他来着，就是那儿。没有人派我，我是记者。你是记者？我们来上海谁也没有通知，更没有接到过采访女优。说你是干什么的？大哥，那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啊？不是小敏吧？住手！收下他的身。走！少帅，少帅，少帅！索牛，你闯祸了！怎么了？我刚刚砸了谁啊？一个军阀的儿子。军阀儿子怎么了？他欺负你就不行？站住！给我抓着他！你啊！走！走！两个山洞，别进来！索宁，索宁，陆刑天，又是你设计的，对不对？是不是？你早就去探过路了，你知道小米会有危险，一切都是你设计的，是不是？索宁，对不对？是，都是我设计的，就是要让你离开上海。你刚才在饭店的时候跟我说对不起，又是你做的局，你又在骗我。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都带着枪呢，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和小敏？我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吗？啊！索宁，不管你现在怎么恨我，回不了上海已经是事实了。马上带着他们，给我走。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还有脸管我？你看看现在的你，你被大上海已经染成什么样了？如影殿，我跟你已经够了，我们现在不是兄弟。索牛为了赵小敏得罪了军阀的儿子，成了通缉犯。陆行天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他让索牛脱离了危险的军火勾当，就可以放开手脚和谢怀仁、黄有明殊死一搏了。番禺党、曹帮，你们等着吧，我会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真没想到上海的治安竟然败坏成这样，这里的警察都是吃屎长大的吧？对不起，是我失职，是我失职。废话少说，我要你三天之内把索牛捉拿归案，否则哼，我们绝对跟你没完。抓不到人，我要见尸。回去吧。是。起来。还不快谢谢冯总长。谢谢冯总长。他们逼着我交人，这骗局，万一他们真的死要捡尸，我怎么办？现在的公子哥哪有真的要捡尸体的？如果你担心，炼尸房那么多尸体呢，明白吗？都是你交给我们的。黄有明，我可不愿意得罪徐少帅，我得罪不起他。我也不想得罪他。这样，冯总长，那个丽水湾的那套别墅我已经过户到了贵公子的名下，现在几个德意志的设计师已经进驻了里边进行装修，收下吧上个脸怎么样？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否则我真的会跟你翻脸。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谢谢老板。日本呢，是一个有深度危机感的民族，因为日本的四个主岛都是位于在地震的活跃的板块之上。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就迅速增强。1905年，甚至在我国的东北打败了俄国人的军队，于是这种明珠的危机感在军国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逐渐变成了强烈的侵略野心，要征服邻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区。日本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国家，是我们最该戒防最该小心的一个国家。林英怀不是无名小卒，要刺杀他，恐怕上海所有的警察和军部都会一起来彻查凶手。回去好好的刺杀，看看书。谁说要刺杀他了？你们说好不好啊？那我们怎么办？我是希望他自己杀死自己。自杀？这种人怎么会自杀？国家的栋梁。自尊，自尊是杀死文人最好的武器。所以你们啊，要好好的学习。
饱读诗书，学富五斗，却在这里当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每天以烂面条果腹。可惜啊，真是可惜啊。每天能畅游在书海中，我已经满足了。如果当年林教授没有剽窃你的论文成果的话，那现在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恐怕应该是你吧。你到底是谁？一个有能力探查秘密又喜欢打抱不平的人。所以说这民俗信仰和礼教仪式从佛学当中剥离出去，其实这佛学啊就是纯粹的一门哲学呀，和道家一样，都是讲述着世界真相的哲学。简单的来说吧，就是人应该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人应该有什么人生的态度。林教授，佛家和道家学说有没有相通之处呢？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道是道，非常道。林教授对佛道之雄辩滔滔，令我想起您那篇叫做《宗教哲学思辨》的论文，也是这篇。哟，黄老板，黄老板，这个就是索牛吧？小伙子不错嘛，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也坐。王司令，索牛的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估计这股风还得一段时间才能过去，所以我思来两去，我觉得待在您的军营里最为安稳。哼哼，没问题吧？谁让咱们俩是生意上的伙伴呢？你说的好啊，同舟共济啊。好，索牛，这段时间你就待在王司令的军营里，最为安全，他会保护你的。王司令，拜托，告辞。哎，客气客气，不远送，不远送啊。黄老板，索牛这条命是您的，您要的时候随时拿去。没那么严重，我只是觉得我和红影的婚礼你不能参加，挺遗憾的。起来，王司令，告辞。不远送。嗯。不错嘛，啊，索牛，义气，起来吧，来，去领索牛，换套军装。是。谢谢王司令。去吧。你这次虽然失利，但是我们已经对你进行了全面调查，知道你的能力，
佛家说这是你我不二的缘分呐。听说朱先生是上海番系党的二当家。佛家讲究一切为空，二当家是空，大当家也是空。朱先生的意思是，既然都是空，那何不做真正的上海滩大当家？好，很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朱鸿生与日本人的结盟，使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等到谢怀仁和黄有明两败俱伤之后，上海滩老大的位置就非他莫属了。大，是破坏我的安排，让我上你的当，胆子也太大了吧？索妞夹在中间会坏事的。是你不让索妞跟我干事的。惠红英是谢怀仁的卧底，让他做傀儡，谢怀仁更不会怀疑。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计划好的。索牛是你的兄弟，我知道你在中间给我耍什么花招。我要是跟你耍花招，何必得罪兄弟？我警告你，一旦决定的事情不可改变，如果再有第二次，我就把你操到黄浦江去喂鱼，怎么样吗？我要告诉你，我要跟红影结婚了。遗憾的是，你不能参加。你就霸占他一辈子。霸占？你还年轻，很多事儿你还不明白。你先做好你的事儿就行了。我们已经做了地下阶层老百姓的工作，按计划现在要去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了。还有文件您看一下，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演讲稿。哎，红英，你坐坐。红英，索牛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听说了，他被警方追捕反抗，当场被乱枪击毙了。口风很紧呐、啊。习惯就成自然了。其实你在我心里就踏实。索宁他离开了，军火这一块儿还是离不开你。老板，你有什么话就直接吩咐好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在公关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说心里话，我真是割舍不下，但是一想到军火这一方面是咱们曹帮最重要的营生，所以我就必须要选一个我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您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把手头上工作准备一下。徐少帅来上海，表面是游玩散心，其实是代表他的父亲和冯国璋的特使谈判一些势力划分的问题。我得到消息，周末一早，冯国璋的特使会到上海。黄有明从日本人那里订了一批军火，也在这个时候到港。这批军火的买家是江宁护卫军司令王向武。军队参与走私军火本身就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足以使冯国璋的特使顿生万般猜测。这件事情一曝光，可以使黄有明一夜之间顿成丧家之犬。作为本届议员的参选人，我要亲自揭露这件事情。这批军火将在第四海港抵岸，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给这个计划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能轻心啊，内线的事情事关重大，如果出现了闪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会全军覆没。我说过了，这个打击
一定要致命。放心吧，伯父，这一次一定会让黄有明永不翻身。一个好局啊，应该是至始至终诱惑对手，而且制胜的筹码在不知不觉中早就埋下了。惠红英就是这个早埋下的筹码。对，阿天哪，你做得好啊，希望这是我谢怀仁做的最后一局啊。仓库已经空了，这个周末我的货物就会进来。惠红英已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你们。这个老东西会死得很惨，可是之后你怎么面对谢婉欣呢？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剩下的就看天意吧。谢怀仁杀死了范老爷子，你就是为这个报仇？我会让婉欣自己选择的。但愿你能两全。就算他选择离开我，我也会一生追随着他，为他挡风遮雨。每到大战前夕啊，我都要来这里走一走，漫无目的，只是散步而已。阿天，你看看这个水面，和男人一模一样。愤怒的时候啊，摧枯拉朽，惊涛骇浪；可是平静的时候呢，平静如斯，包容一切。那你看，那艘渔船的船主，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当年是他和我一起来闯的上海，就像你和索牛的关系一样。最后他爱上了一个渔家姑娘，他觉得打鱼是最自在的一件事，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渔民。爱情的力量。可是由于我，他做渔民也没做踏实。江湖嘛。我平时不找他的，可是这一次呢，我非找他不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宋军火的船只会被你这位兄弟中途拦截，然后调包货物。拦截的地方应该就离这儿不远吧？那真正的军火在哪儿呢？真正的军火。你这个问题似乎问的有点越界了，越界了。阿天，现在的结局我们已经设计好了，我就不便出面了。这个周末，冯国璋的特使要来，谢怀仁还要和我对决。再者，我和红颖的婚礼也在这个周末，这一天太热闹了。阿天啊。我和红颖的关系并非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我并没有勉强她，你信吗？如果我告诉你能够锁住一个人的是他的心，你打不开，我也锁不住。师傅。
给您报仇的时候到了，同时也能为我自己报仇。到时候，谢怀仁将会以诬告军政长官的罪名入狱，番系党将从此土崩瓦解，黄有明也会因走私军火而被严加惩处。只是我内心感到有些不安。我虽然打败了他们，但是我利用了所有的人，这样做对吗？您知道的，师父，他们都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先是婉心无私的资助，其次是黄有明待我如自家兄弟，还有谢怀仁视我为乘龙快婿，他们都待我不薄，可我却反过来算计了他们。尤其令我不安的是婉心，她始终对我一往情深，每当看到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我真的有过无数次的动摇，但是我又不能不做，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警察，我的职责就是要铲除这些社会的残渣败类，所以我只能舍小义而顾全大局，而对婉心的伤害只能用我的一生去弥补。不管他怎么恨我怨我，都会不离不弃，直到生命的尽头。师父，希望您在天之灵给我指引，祈求获得婉心的原谅。天哥，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呀？我去看了看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就是想见见你，然后等了你好久，你也不回来，我就等啊等啊等睡着了。乔大师，啊，你好。来，请。乔大师，帝国大厦的贵宾套房正在做安全检查，马上就可以完毕。大厦的客房区，每个楼层都安排了12名警员，24小时轮番值守。我这次上海之行，冯总长非得弄得鸡犬不宁是吗？啊？我这次上海的行程。并不是什么秘密，也是为了冯总统视察城市政态民情的任务。你这样弄得如此戒备森严，我又如何听得到真实的声音呢？乔特使，卑职这不是为了乔特使的安全负责吗？徐少帅被袭一事我也听说过，这纯属一场闹剧。乔特使，卑职身为警察总长，对徐少帅意外事故的防范不周已经是内疚万分。乔特使身怀徐元帅嘱托重任，对国家民族影响巨大，你说卑职要是百密一疏害了徐元帅大事，那卑职那真是万死不能弥补。报告，进来。报告总长，谢怀仁谢老板求见。我现在有要事在身，让他吃点再来。谢老板说有重大案情，必须向冯总长亲自陈述。谢老板明明知道我在接待乔专员，他偏偏挑这个时候来。可能谢老板醉翁之意不是见，而是要见我。好吧，让他进来。是。冯总长。谢老板，好，这位就是
乔特使吧？在下是谢怀仁。啊，谢老板大名，乔某早已听说，今天见到本人，深感荣幸啊。哪里哪里，谢老板，你有什么重大案情，我打个电话让他们接待你就行了。我正和乔特使开会，事务繁忙，你说这要是……啊，那我不趁这重要的时候过来，这案子也没有人管了。谢老板什么意思？这么说，谢老板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有兴趣听上一两句了啊！我关注到一桩军火走私案，走私的船只啊是从日本始发的，已经抵港了。经办的呢，是江海公司的黄有明。冯总长，冯总长，好。这位就是乔特使吧？在下是谢怀仁。啊，谢老板大名，乔某早已听说，今天见到本人，深感荣幸啊。哪里哪里，谢老板，你有什么重大案情，我打个电话让他们接待你就行了。我正和乔特使开会，事务繁忙，你说这要是……那我不趁这重要的时候过来，这案子也没有人管了。谢老板什么意思？这么说，谢老板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有兴趣听上一两句了啊！我关注到一桩军火走私案，走私的船只啊是从日本始发的，已经抵港了，经办的呢？是江海公司的黄有明，买主是江宁护卫总司令王孝武。冯总长，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不亲自向你当面陈述吗？这事儿，乔大师，这事儿还真的非同小可。天哥，你干嘛这么着急出去玩啊？我还想看大结局呢。结局有什么好看的？我现在一刻都不想在上海再待下去。可是我爹胜了呀，都没有人给他庆祝。万欣，等到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会把憋在心里的东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好吗？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谢怀仁，你血口喷人！我在你议员竞选的事情上保持中立，那是为了维护。乔特使，你如果让人诬告，你会冷静下来吗？王司令，交货人叫惠红英，对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惠红英是我多年前就安排在黄有明身边的钉子。自从黄有明把走私军火的事情交给他以后，
实际上那些秘密就已经全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了。什么惠红英？我不认识。可是惠红英手里的出货单都是从你的兵营里发出来的。这是栽赃。货都在仓库里呢。60挺重机关枪，1000把条长枪，还有400箱弹药。如果你说我是栽赃的话，那你能不能请我们到仓库里去验证一下啊？王小五，你有必要做澄清，冯总长也有必要做稽查。我想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吧。想看就看，如果是我军营出的问题，我马上就彻底清查。走。陆先生，朱爷转交给你的信。陆行天，你想不到吧？我会写这封信给你。首先，我得感谢你，把黄有明和王司令的军火交易透露给谢怀仁，然后让谢怀仁去搞垮黄有明，接着你又让黄明把军火调包成药品，一举搞垮了谢怀仁。不过你忽略了一点，我朱鸿生还在。谢谢你帮我铲掉了所有的敌人，我才有机会当上了上海滩的老大。最后顺便说一句，你师父范国海也是我杀死的，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出什么事了？回头跟你解释。兵哥，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错了，仓库已经空了，这个周末我的货物就会进来。惠红英已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你们，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亲手交易的这批货物，并非是杀人的军火，而是救人的药品。我错了，追不上他们，我就是个大罪人。你要追谁呀？你爸，我误以为你爸杀了师傅。谢怀仁杀死了范老爷子，你就是为这个报仇？我会让婉清自己选。你疯了吗？你怎么会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去阻止悲剧的发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证明，你怎么会干这件事情？我就是个彻底的大笨蛋。你问我怎么样？他们现在正在现场，不能让他们开箱子。我把连案都报了，开不开有什么用呢？只要不开箱子，我就能糊弄过去。开不开都没用了，已经无法解释了。你就说是我陷害的王司令，啊？报告王司令。闭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王司令还能堵住谁的嘴啊？乔特使，这就是我跟你提及的惠小姐。你好。王司令派人来匆匆通知我，让我迅速转移货物，但他并不知道我名利是黄永明的手下，但实际上是谢老板派我到黄永明的身边收集犯罪证据的。所以当这位兵大哥到来的时候，我就立刻控制住了他。这个是从王司令的军营里收集来的传货单。乔特使，希望你听我解释。等人证物证都清楚了，你再一起解释吧。开箱检查。别动！快！过去！兄弟，让我进去！让我们进去好不好？兄弟，你让我进去！让我们进去。
总长，箱子里都是药品，没有军火呀。在查。是。报告总长，箱子里都是药品，没有军火。怎么回事？乔特使，真的很对不起。前阵子军中有很多人得了传染病，可市面上药品短缺，很多国家对药品又执行了管控，为了不使瘟疫蔓延，我只好求助于江海公司的黄老板，通过走私的手段搞到了一些特效药。哼，当然了，的确违了法，不过还请乔特使能够体谅我这爱兵如子之心呐。你说谎！你要他在说谎。不要再说了，我认输了。谢怀仁，你敢诬告军政长官，你好大的胆子！王司令，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你和谢先生之间的事情，这个我不探究，也不过问。至于今天这个事情，你看着办吧。来呀、啊！哟，送乔特使回去。是，乔特使，请。冯总长，在。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不过，千万不要徇私情啊！是。来人，走，把谢怀仁和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走。王司令，请。等等，等等。王司令，王司令，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设计的，跟谢伯父没关系。要抓您就抓我。求求你放过我爸爸吧！看在换张的份上，你放过我爸爸行吗？谢婉欣，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啊！是是是，想拿我当三岁的孩子糊弄吗？哼，荒唐！放我吧！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爸爸好不好？求求你了！婉欣，谢婉欣，你这究竟是想挖谁的心呢？哼！王司令，带走。爸爸，爸爸，爸爸。我什么都不想听。陆行天，当我看到你跟我爸爸和解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幸福。我就像一个好事之徒似的，天天黏着你，还以为就能像夏婉欣一样跟你并肩作战了，因此能够让你刻骨铭心。可是呢，这都是骗局，都是你设计的骗局。陆行天，现在你满意了吧？
我爸爸现在被抓了，你铲除范喜良的夙愿都实现了，对吗？婉欣，我只求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你放开我！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是夏婉欣，你也会把他扔在鼓里吗？先生，请吧。这次你是真的玩完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谁。我说过，骗子终究是骗子，可你偏偏要去做他娘的什么好人，这就是你做好人的下场。下一个目标是黄有明，周末他要跟一个婊子结婚，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正好他的仇家斧头帮起了内讧，只要我稍微的煽把风点把火，就可以借斧头帮的手灭了他黄永明的草帮，到时候整个上海滩就是我的天下。爹，您老泉下有知，保佑洪生顺利完成霸业，光大朱家门庭。草帮势力太压人，黄永明再当上市议员，上海滩还有斧头帮的活路吗？每次遇到事都要对曹帮让三分，挨了欺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照这样混下去还有啥意思？还不如回家带孩子。我的小弟都跟我诉苦，他们说如果斧头帮的斧头再硬不起来，不如跟曹帮混算了。你叫我该如何对他们说？你说这话啥意思？还把不把我当成老大？老大，我们当然认你，不过你要是为斧头帮撑不起头，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绝不在上海滩丢人。对对，丢人丢人。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是吗？我让你们变成窝囊废了是吗？啊，不是吗？你当家做主这几年，斧头帮三个字呼小二可以，明明是曹帮先坏规矩，你却让我们忍，亏老本了。别人不知还以为你才是曹帮当家呢。老子谁都可以忍，配不着你。唱哪出啊？这是干嘛呀？是要反呢？
啊，一点规矩都没有，怪不得你们斧头帮是越来越没有。江湖中的人，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的。我讲话什么时候随便过？嗯，我来找你就是为这事，就看你没有胆子接收了。陈燕，每个码头进出货物都比去年增加20%。好，很好，公司赚钱多了。今天呢，又是黄老板的大喜日子，他让我告诉大家，他要拿出10,000大洋，奖给各个码头的伙计们。万三，果真是好货色，啊！小心点，别把货给弄坏了。放下。你是换我的
Yes. My congratulations for you. Thank you.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day. And I want to say that you have a very beautiful future wife. 谢谢。Mr. Huang, are you agree to take this beautiful miss as your wife? Of course, I'm agree. Miss Ji, are you agree to take Mr. Huang as your husband and to be all life with him together? 我愿意。请交换戒指。今天真有人要给我送大礼了，有名。欢迎。变成葬礼，从今以后没了曹王，上海是福州的天下。监察长，这封密告信描述的很详细，包括军火的数目、型号都很清楚，不会是假的。这封信函上署名陆行天，而且还注明了详细地址，敢留姓名、留地址，应该不是耍着玩。你是督办处处长，你认为这事该怎么办？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特使现在就在上海，警察总署没有拿到的案子让我们给侦办了，这对我们监察署来说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呀。监察署一向被人笑看为门面货，现在是该有点。
整个局面，里面确实藏了很多军火。走。喂，我王秀武。什么？军火藏在西霞路27号。那现在呢？被检查署给端了。陆行天报的案，这个小瘪三，来啊！到，集合队伍。是。我非要亲手宰了他。都把精神头给我打秃噜，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陆行天挖出来。快，快，快走！是。楚宁，出大事了，一定出大事了。王司令那样，像是把天鹅整个吃掉一样。你别说话了，你烦不烦呢？你陆行天那是自作自受，活该。反正我不管，我凭什么管？对不对啊？对不对？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谁爱管谁管，我不管。如果你那么无情，你就不是我爱的索牛。行，那管不管由天来注定。不管，管，不管，管，不管，不管，管，不管，管，不管，老天都不让我管他。哥。啊。要不是你把我从乡下带出来，啊，我还在种地呢。生出来就是欠你的。斌大哥，斌大哥，过来过来，过来帮忙，斌大哥。什么事？哎，这边这边。你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一定活着回来见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我爸爸现在被抓了，你铲除方世良的夙愿都实现了，对吗？我是夏文星，你也会把他蒙在鼓里吗？陆行天，我永远永远都不想见到你了。要不是小敏求我，我才懒得管你。那你就别管我了。王司令要杀你，
想活命的话，赶紧离开上海。我哪儿都不去，我把所有对我好的人都伤害了，我必须对大家有个交代，对婉清有个交代。大哥，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赶紧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把陆兴天这个小瘪三给我揪出来。他要是敢抵抗，就把他打成肉泥。是。我们被包围了，你留在这儿，我出去。他们要的是我，怕死我就不会来了。我答应过小宁，一定会去见他。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打死的。你有几颗子弹？他们有一个连的兵。 哼，陆兴天，还不乖乖的像狗一样的给我爬出来，不然的话，我要把这儿打成马蜂窝。出来吧。 陆兴天，你这个小兔崽子，连我都敢害！王司令，你听我解释。闭嘴！索妞，老子好心收留了你，你不感激我也就罢了，可你俩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呐！ 哼，来，把你们身上的子弹全部上膛，把他们俩打成肉酱。快点，等一下，放肆！快点，快点！乔特使，我在追捕两名要犯，接下了我27号的军火，我知道是你和黄永明的勾当。 为了军队的尊严，我不想公之于众，就当谢桓人也诬告，你也不要太过火了，谁都不好收拾。为了我军队的尊严，这两个家伙必须死！放屁！你倒卖军火不算，还想草菅人命不成？啊，给我撤！ 给我撤！哥，你还是离开上海，我觉得这地方不适合你。我不会离开上海的，直到还清了我心里的债为止。 随便你吧，但是我想告诉你，这是我索牛最后一次帮你。大哥，保重。看着索牛和赵小敏离开的身影，杜刑天陷入了深深的伤痛和自责之中。他无法原谅自己，他必须面对着惨烈的现实：作恶多端的朱鸿生。 连自己的干爹都要除掉，将谢怀仁脱离番系党，转入正行的心愿付之东流，这是陆刑天绝对不能容忍的。今后，无论经受多么大的折磨，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与之奋斗的目标。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两个人了，可是一个死了，一个坐了牢。 都是因为我，对吗？可是一个死了，一个坐了牢，都是因为我，对吗？ 是我把陆行天带到你们身边的，对不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灾星不是陆行天，而是我，是我害了你们。 我盛哥，你来了，我有事情找你。你先回去。哎呦，朱爷，他是谁呀？怎么见了他就不要咱俩了？先回去。 滚！啊！继续说吧，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你现在是上海滩顶天的大亨了，所以我只能来找你。找我做什么呀？我爸爸现在年纪大了，我很担心他。你爹判的可是重罪呀。 所以我现在只能来找你，只有你能让他出来。他出来干什么呀？嗯，每天还得担惊受怕，还得打打杀杀，在牢里不是挺好的吗？清清静静的，可以养老了。我今天过来，是真的想求你。 只有你能帮助他了。
哎，陪我喝杯酒吧。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子吧？嗯，王鑫。我从小就喜欢你，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们两个结婚，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但就算到今天，你仍然是我最爱的女人。可是你。还是老样子吧。我是个生意人，我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我可以把你爹从牢里救出来，但你总得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有所值吧。病成这样了，怎么不给药吃呢？啊？红尘啊，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来看您的喽。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呀？人家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撑着呀？你说什么？在牢里的这些日子，你一定天天在想，为什么会在关键的时候一败涂地？啊？你恐怕想破脑门子也想不出来，我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了呢？追根溯源，要怪你自己。这个环节就出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从小对你忠心耿耿，对婉欣是一往情深，但是你却不把婉欣许给我，却给了陆行天那小子。于是我很不高兴，我真的非常难过。从小到大，我都没这么伤心过。于是我就杀了范国海，就嫁祸给你，引起陆行天对你的仇恨，这才得以阻止了这门亲事。
我原以为他会马上跟你翻脸，但没想到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联手，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发现他秘密地跟黄有明会面，我才明白原来这小子是假意与你联手，又假意跟黄有明暗中勾结，他就是个双面间谍人啊！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两个龙虎相斗，最后把你们两个都整垮。而我呢，在我洞察了这一切之后，我就顺手做了些铺垫，等到你跟黄永明都完蛋的时候，你们俩的一切就全都是我的了。谢老板，你们已经老了，你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范西党在我的领导下已经回到了过去的范西党，曹帮被斧头帮吞并，并且全都听命于你，而我现在成了上海滩唯一的老大。没想到啊，谢怀仁，我知道你是万万想不到。你知道我从小视谢家为亲人，但是却把我当成一条任人驱使的狗。你不是说不希望婉欣嫁给范西达吗？对不起，现在婉欣每天晚上都躺在我的床上。朱鸿生，我答应过你，把你爹救出来。我说到做到。Huh.
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来吧，奏乐。谢怀仁判以重刑，锒铛入狱，后保外就医。黄有明被夺去势力，曹邦从此没落。江陵护卫军司令王孝武被调往北方，从此不受重用。其子王焕章离开监察署，不知去向。朱鸿生及番系党、斧头帮两大势力为一身，又有日本黑龙会的支持，成为了上海滩翻云覆雨的大亨。1919年1月，中国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而英、法、美、日、意等国却不顾中国民众的呼声，竟在4月30日签订了包括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送日本的凡尔赛合约。消息传开，群情激愤。各个盘口的掌柜都到齐了吗？通知了，很快就到。老板，我斗胆说一句，我们各个盘口流水上不来，您说和这时局有没有关系？不要替他们开脱，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和时局无关。日本人野心很大，山东只是个开始，我们和黑龙会合作就是要利用他们的野心，趁乱翻云覆雨，把番西变成中国第一大帮。明白，乱中取胜。朱老板，各个盘口的掌柜都到齐了。内诛国贼，外争主权。我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讲理由的，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流水会缩水。周老板，船运码头是人客找上门的生意，现在时局动乱，又是罢工又是罢市，市面上很萧条，时局这样我们的生意很难做。时局乱不是理由啊，时局乱也要吃饭嘛，你们可以动动脑筋好好的想想办法吗？啊，如果你们都做不到，那我想请问一下二掌柜，您是怎么做到的啊？谢谢老板让我们转做正行已经很久了，如果像二掌柜那样回头用翻系诈骗的方式来提高流水的话，我们年纪都大了，实在是力不从心呐。是不想做呀，做不到啊？嗯？我一直觉得谢老板当初的想法有欠考虑，不然的话他不会落得那番下场，让番系党在这个市场消失，都转做正行，这可能吗？番系就是番系，既然入门，设局取财天经地义，现在国家乱变数大，做正行风险更大，谁也不能保证手上的生意不受影响。各位都是我的前辈，我想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是糊涂人，我也不是，
但是我最痛恨的是别人跟我装糊涂。现在我帮谢老板主事，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不服气，你们一个一个都消极对待，都不想混了是吗？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我定下的流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就算把裤子给我当了也得做到。如果到下个月哪个盘口还不够数，各位可都是有家有口。到时候不要怪我朱鸿生不讲情面，我这个人做事向来是赏罚分明的，侯掌柜的盘口以后就由二掌柜来接手，你们好自为之吧。怎么样，身子都热了吗？好。好，那咱们准备出去走走啊。嗯。走。你累吧？我累什么呀？你看，每天出去转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好啊！再说了，你现在嘴也不歪了，身子也能坐正了，这说明在慢慢好转啊。心累呢。我心累什么呀？有些事情不去想就不累啦。小玉，把老爷的毛毯拿来，以后自己拿。你什么意思啊？行了。你看，又有人给送药来了。婉心，婉心，婉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万一碰到一个仇家怎么办？以后出门带着仆人啊。仆人，仆人都让你给换了，让我带谁啊？以前的仆人做事没主心骨。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做都不知道，还总帮着你们瞒着我，这怎么行呢？啊，让我怎么能放心呢？我能不换吗？随你便吧，反正这里姓朱不姓谢了。哎，你说什么呢？那不是一回事吗？朱爷，车准备好了。嗯。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在这走过？
好像是往那边跑了。追追。大哥，又闯什么祸了？你不是不让我再去当小偷了吗？那我便想改行去擦鞋呀，谁知道他们说擦鞋还要收保护费，我交了又偷回来了，那他们还不追我呀，我就跑呗。晚上请你吃饭，先陪我刷马桶。去把那俩给我拿下来。徐老板はどうやら口繰り返しが上手で、君はもし彼と付き合いになると虎に羽ばたつけと一緒。はい。お母さんです。お、来たぞ。徐老板、ようこそ。佐藤先生。私が紹介します。这位是朱洪生朱老板，这位是丰城银行的新社长山川先生。好，朱洪生先生，久仰大名。山川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好，哪里，当多久都没事，因为没有你不成事。来，里面请。陆大哥，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你以前的事儿呢？以前的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你样子长得不错，总觉得你不应该是个倒马桶的。你还会看相啊？我觉得你应该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挫折，才沦落到为别人洗马桶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你。那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大人物的话，我就可以借你的威名实现我的梦想了。哎呀，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我要去南洋，我搬到南洋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回来。我妈妈死的时候让我去南洋找她，等有一天我攒够了路费，就一定要去南洋。赵姐，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做人，只要肯努力，什么梦想都能实现。你好像还挺满足这种工作的。哼，送马桶有什么不好啊？总比害人强。切，哎，看来你真不是大人物的料，不能靠你，还得靠自己。哎，我听别人讲，翻西塘好挣钱，改天我也去翻翻。你个小丫头片子！只要跟着我一天，绝不会让你做翻西塘。走。至于吗？我熊。佐藤先生说，朱先生是雄才谋略之人，这次请您过来，就是想让你提些建议。如今中国人民族情绪激荡，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来丰城银行储蓄的人是越来越少，交户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了。恕我直言，丰城银行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民族情绪，而是利益。请朱先生指教。息储和放贷每个银行都会，利率也都差不多。在毫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钱放到日本银行呢？我听佐藤先生说，您是个翻系高手，所以我想请您在我的业务之外给我多提些意见。发放高息债券？你是说骗发高息债券吧？如果丰城银行能够脸不红心不跳地发放一些高息债券，并且在短期内
让人们再得到一些积德的利益，那这债券可就值钱了。如果再有家保险公司掺和进来，那这人心就算有了秤砣，那大家还不抢着买你的高息债券？那这债券就可以不断的发。不断的发怎么兑现呢？上一期没有兑现能力可以拿这一期补，这一期无法兑现可以拿下一期补，怎么就不能兑现呢？这窟窿越大，山村先生手里的钱不就越多吗？而我想，丰城银行自从发放债券开始，就刻意的萎缩贷款业务，让资金只进不出。届时忽然宣布倒闭，那全上海滩的钱就会被你们席卷一空。所以我说，你们才是真正的翻息高手。进来吧。怎么样，比你睡马步强吧？哼，那里面有盆儿，毛巾拿上，到河边去吧，身上洗洗，臭不臭的？你一刷马桶的还嫌我臭啊？能给我画了，快去！今天要不去擦皮鞋了，不如给你去洗马桶吧。对，我今天收马桶的时候跟李嫂啊替你找了份工作，是去菜市场卖水果。明天早上你去试试。我跟你去洗马桶不行吗？你女孩子家家刷什么马桶啊？来喝口水。吴大哥，你收留了我又替我找工作，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尊老爱幼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你不懂啊？去。到中国卷钱的富士山计划。日本军部正在准备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所以想利用经济手段榨取中国的资金为己用，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而这计划正是从丰臣银行开始的，对吗？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为了富士山计划，丰臣银行从几年前就开始频繁地调动管理高层，而山川先生您在调任社长以前是日本军部的人，对不对？哼，你不用紧张，我既然能把这个秘密说给你听，就不会再告诉别人。因为我朱鸿生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只要有钱赚，山川先生会发现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好一个无所不知又老谋深算的人，那我有什么理由不能和朱先生这样的人成为合作伙伴呢？茶不错。你是谁？送药的啊。谁让你送的？天哥呀。拿回去，我们不需要。他说他要赎罪，你拿着吧。站住！我们家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告诉他，他什么都做不成，他只会给别人带来祸害的灾星。哎，拿走。哎，你。你干什么呢？送错东西了。谁知道他们说擦鞋还要收保护费，我交了，又偷回来了。
天哥，嘿嘿嘿，一下可好啊！哎呀，这点心吃的我馒头啊！天哥啊，我不得不佩服你啊，有点大将之风，能屈能伸呐，啊！哎，你个小瘪三！ 你两个爷爷都在你面前，哎，你想着也不站着说话啊！站着！我本想把你当个屁放了，就算了。可没想到你都这副德行了，还阴魂不散，还敢派人每天去我家送草药，你想干嘛呀？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让别人知道了，我给你个倒马桶有瓜葛，让别人怎么想我？啊？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你不会又回想你往日的威风吧？啊？我告诉你姓陆的，现在婉欣是我的老婆，是每天晚上陪我上床睡觉的女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恐怕连你是谁都不记得，他怎么可能记得你这个啊倒马桶的小瘪三呢？你别自作多情了，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啊？笑什么笑？我再跟天哥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严肃，严肃，严肃。你们大家都看好了，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现在倒马桶的天哥。 大家都要天哥，天哥，天哥，天哥脑子坏掉了，你们是不是应该帮他清醒清醒呀？嗯？啊，朱老板说的对，这小子是不打不成才啊，打就清醒，打！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要你好好活着，而你时刻提醒我什么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笑>收工了，嘿，收工。 等着，我给你找医生去。
大夫，他怎么样啊？这个病人的脉象很乱。他都昏迷了这么久，怎么还不醒啊？病人的头部淤血有内伤，我们中医的医疗效果是比较缓慢的。这样，你们把他送到医院再看看西医好吗？我哪有钱把他送进医院呢？这回就没有办法。大夫，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他。好，我来给你开药啊。每天呢，你们让他动一动。你老是让他睡在床上，他的肌肉容易溃烂，而且呢，容易导致肺炎。那他能好吗？听天由命吧。家住。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